我讨厌别人叫我春娇，我没有要找志明，工作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。志明是虚构人物，与其求月老，不如先把事业做好。我的职场才是现实世界。现什么信心？九姐，九九，先救救你们一部的未来吧。 如果我没有20趴，你怎么办？我今年一部业绩0过2部，我就去做你助理，帮你买 LV， 帮你约围巾，帮你买便当，什么我都帮你做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把路上了。啊？胸部小、皮肤又差的女人没有资格喝咖啡。宝贝，你加油，全公司同期的人里面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。 就是输丁书席事业线，连我手上原本的客户都爱来抢。你妈的！芙蓉饭店总经理医生办公室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出去，给我5分钟就好了。不行，三分钟，三分钟。你录取了，就是你了。电脑都已经开启了，你才进来，这就代表迟到。以后不能比我电脑网开机。还有。 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要站在我距离1公尺的位置，不能太远，也不能太近，要适时倾听客人的需求，即便在选项之外，也要尽力达成。安排行程部分不只是玩乐，也要让客人感受到来芙蓉才能得到身心灵上的放松。林春娇，是。1公尺。 下次再甩开我的手，我就没那么容易牵回来哦。走吧，不要怕，跟我一起去寻梦。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结婚的话。 我娶你？难道他被怎么样是好事啊？我开玩笑的、啊，我是说这个刚检查妇科好像有点问题。卵巢早衰，卵巢早衰，卵巢早衰。